在袁先生家中，我们看到了这株仙人掌。仙人掌花从顶端向下望去，宛如一把鹅毛扇，微风吹过，颇有诗意的轻轻摇摆。这个仙人掌啊，你问你啊，我家人家的呢，找一个这个小梨拿家来，长了到五年时间，它就开花了，即开一朵。到2008年、2009年，它各开了两朵。最后呢，他开了三朵，这朵开了三朵花。一提到开了七朵花的仙人掌，袁先生就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告诉我们呀，虽说仙人掌开花年年见，不过一次开出七朵还是头一遭。早晨啊，我一开了以后啊，现在非常高兴。